成立已经有10年历史的天母国中合唱团直笛团，由校长林美云带领一行45人，应洛杉矶台福教会的邀请，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天作直和美西访问交流音乐会。精湛完美的演出，从直笛团演奏台湾民谣主曲、爵士主曲，一直到合唱团有如天籁之声的中外名曲，展现出天母国中音乐社团长期致力于弦乐团、管乐团、直笛团以及合唱团各个不同领域为舞台演出所付出的努力成果。一方面呢，我们也是让学生利用假期的时候呢，可以出来外面呢，长长见识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想呢，也很高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呢教育111啊，就是学生呢，希望在国中的阶段都能够完成，每个人呢习得一项运动的专长跟一个乐器的专长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天母国中呢就代表台北市的这个教育呢，来展现一个很优质的教育成果。然后老师说我们是精巧的，我们是一只精巧的麻雀，我们人很少，声音不大，但我们唱得好听。我们这次唱一个很有名的真善美，还有唱拉丁文的组曲，唱很多多元化的，就是很多语言我们都有演出。我们学校很赞，直笛团就是人才很多。然后我们这次表演的曲目有分几大类，首先就是具有台湾民俗风格的台湾民谣组曲，还有那个有外国人从外国人的眼光看中国写出的一首叫《中国城》，还有两首非常具有爵士风味的两首Ragtime Dance 组曲。位于台北市大直地区的天母国中，去年年底在庆祝建校20周年校庆的音乐晚会里，在四大天团的指导老师以及家长后援会的大力支持下，完成《闪亮20》《我的天》庆祝晚会的完美演出。天母国中音乐社团全方位地培育校内优秀的爱乐同学，在不同领域中一展长才，并且经常于各大竞赛当中表现出色，获奖无数。借着出国交流演出，以美妙的音符宣慰侨胞，同时也让学员们增广见闻，学到更多宝贵的经验与收获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